爹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你来了，来，我拿一条鱼给你吃。我不要，等一下你是看到了，他要骂你。没事，拿着嘛，拿着嘛。来，还有这个。我回去吧。爸，你保重身体哦，我走了啊、哦。啊，老公，不是啊，老公，你听我说啊，老公。爹啊。老公，爸，爸，爸，你快出来！你是你怎么来了？爸，爸，这是给你的。我不要。拿着嘛，拿着嘛。你拿着嘛，爸，拿着啊。爸，照顾好身体啊。照顾好自己哦，我们走了。我走了啊。你呀、啊。你下次拿什么来给老爸？你自己拿来就行了吧，偷偷摸摸干什么啊？好的，好的。你爸也是我爸嘛，对不对？